报告委员会现在继续开会啊。那我们今天的议程是继续处理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所属单位预算案未审峻的部分啊。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待会要来进行协商哈。不过在协商前呢，我先补充宣告啊，我们星期一的议程当中处理有关故宫的这个预算案哈，有关主决议的部分啊，那其中的第139案啊，是属于大故宫相关的主决议。那因为大故宫的预算委员会是做成删除的决议啊，所以139案就撤案哈。那我们礼拜一的时候没有宣告到这个部分啊，现在补充宣告哈。好，那我们现在进行协商哈来处理，但是我们现在现场委员哈还必须再等待一位啊，我们再请大家稍待，先讨论是吗？好，好，那我们就请主委跟相关主管，我们到这个协商的位置哈。好，我们先行讨论啦，那我们等委员到了以后我们再来做处理哈。那我们先讨论放射性物料管理局的最初没有提案哈。没有，税路没有提案哈。好，那税路照列哈。那我们现在进行税，这个不能决定了，等一下再做决定。税出哈，的部分，一般行政啊，这个本席有两个提案哈，我先说明一下哈，请原能会来说明回应哈。这个一般行政的部分呢，我冻结1000万，主要就是我在102年度审查预算的时候，提案哈，这个经原能会，其实当天台电也在场哈。同意要针对这个蓝屿检整作业，因为产生疏失哈，那必须要进行后续的这个居民的健康的评估哈，跟健检哈。那这个当时也都经过同意，而且这个提案也都通过的哈。那但是迟至今日，健检还没继续进行。那据我们了解是这个计划是由经济部卫福部啊来主办的哈。那委托给国卫院来进行哈，那但是
这个当时他们就说要先进行两年研究了。那结果，所以一直迟迟没有真正展开见解，还在进行这个流行病学的先驱研究。那经过本办公室跟相关单位的，还有原能会、经济部、卫福部的协调哈，那么反映了这个情况哈。那所以后续这个原能会有在相关的研究的其中报告里面哈，有提出建议了哈。那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说要来进要落实当时102年到现在已经三年了哈。那我们认为说这个研究应该要修正，应该要改采渐检先行的这个执行方式才能够落实啊当时的提案。那否则一直研究，那到底什么时候要来进行渐检，这个部分是不是请原能会来说明一下好不好？请那个物管局邱局长说明。好，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就是立法院在去年有这样子一个决议之后啊，物管局这边呢也很积极在推动这件事情哈。那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啊，国卫院的研究团队的两位这个计划协同主持人张武修教授跟张惠华教授啊，也有到原能会这边呢，我们当面沟通，在那个场合里面呢，我们就非常清楚的做一个建议啊，希望这个南里居民的健康检查的作业、能够提前来举行。那在两个礼拜之前呢、11月5号的时候啊，国卫院这边呢、有召开一个这个计划的其中报告的审查会议，在那边呢，我们的出席同仁呢，很具体的哈、做这方面的建议，同时已经将这个建议呢纳入这个审查结果的结论里面，他的。审查的结论就是说，有关针对南里居民健检的项目，建议纳入南里核废料储存厂之检整工人，并先取得经济部、南里居民及检整工人同意后，再办理后续健检服务。所以这一项呢，我们后续呢会继续呢来追踪哈，看看后续的执行情形是什么样子。那我要跟委员报告的是。对这样的决议啊，我们是很重视，也很积极努力在促成。那因为委员在后面的这个主决议的里面呢、第116案里面也有提到这个、继续督促我们呢、在这方面努力啊，是不是可以请委员呢来考量呢？这个冻结1000万这个了哈，我们是不是请委员呢能够？同意。你们能不能具体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们评估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好，当然原则上我们当时的提案就有注明，就是必须取得居民跟检整工人同意嘛，我们也不能强迫他，但是在他同意的主观意愿底下哈，我们就来进行这个健检哈。那你们评估什么时候可以具体开始？那个我这很坦诚跟委员您报告，因为这个案子啊是经济部啊，等于是委托。卫福部，那卫福部是请这个国务院来执行了、在这个安全的主管机关所扮演的角色这上面呢、我们是没有那种公权力、命令他、要求他什么时候一定要做。你们没有公权力，没有错了、但是我们一定会尽力去促成。积极去协调嘛，所以你们协调不是只是纳入，就是说还需要了解他时程的计划啦。是，就是他纳入以后他怎么安排嘛，哈。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未来做了哈。好，那这个部分就是你们能不能，我们还是冻结一部分啦、那你们把后续的这个期程协调出来，好不好？可是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书面报告解冻。因为您后面你们还是会继续开会嘛？我们会继续努力啦。必要的时候用公文也必要时候用公文，用公文好不好？可以的。那你们就提出一个书面报告，只要他有具体的计划。我们就解冻。所以委员，您是不是可以考量一下？因为主决议116案呢、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案子，在116案这个地方是不是就请准予免予冻结？这个主决议没有落实，你看我们当年也是提主决议、现在都三年了，所以冻结一小部分啊，让你们把握时效去协调嘛，好不好？那就麻烦您。对，就冻少一点嘛。你们总共多少？5700多万嘛，哈，我们本来冻结。这个都是人事费的部分、人事费也是按月支出，你不用担心了。我们没有哪一年冻结预算让你们薪水发不出来的，你们绝对放心了。没有哪一年冻结预算让你们薪水发不出来。那就请委员会考量了，是不是能够冻结个200万左右？好，那我们冻结200万，好不好？好，
然后你们赶快去协调这个计划期程。Yes or no 都是要请他们给一个答案嘛，我们才知道后续怎么办理嘛。哈，好，那我们待会再决定了哈。这个一般行政，好，我们来进行第二幕的讨论哈，放射性物料管理的讨论了哈。那我们一起全，我们不用分，我们就96到110，因为委员都不在，就一起讨论哈。那我想哈，这个最主要的放射性物料管理局的主体就是管理这个核废料了哈。那所以是不是请说明一下哈？现在两个部分都遭遇很急迫性，这个蓝屿低阶核废料时程快到了嘛？明年嘛？还是今年？明年承诺的明年嘛？哈。那后续该如何办理？好，然后因为这个有一个选址的条例，低阶核废料的这个处理哈，选址有个条例哈。那目前我们后续该如何进行？这第一个说明。第二个说明就是说，高阶的这个核废料哈，现在问题可能更大。我们这个用过燃料数快要满池啊。好，我们的核一应该是在，因为现在核一号机制停止运转。如果启动运转之后15个月，它就会满池。好，然后核一的二号机什么时候满池？好，那待会说明。核二的一号机应该也很快。现在如果这样比起来，可能核二一号机更快，都要满池的情况。然后你核一的甘醇这个水土保持使用执照没有下来，好，那再处理大家不同意吗？好，那核二的甘醇还在规划吗？好。所以你这个甘醇到底要怎么办？那大家对于核一的甘醇不是只有使用执照，大家对核一甘醇的安全度是很有疑虑的，很有疑虑的，因为它的这个做的方式哈，让大家疑虑非常的多。它的材料选材，我想这个网络上都有很多详细的资料哈。那所以这个退燃料池退无可退，好，那我们的中期储存有问题哈。那长期储存就涉及选址的问题，好，以及台湾是否有长期真正长期储存的这个使用地点。因为全世界目前啊，除了芬兰，它这几天好像宣布说它已经发了证照，但是还没建造而已，也还没开始使用。只有它发了建造，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目前有成熟的最终处置。美国在进行中的最终处置有一个地方被选址，但后来发现它有地下水，所以它也放弃了。所以美国跟日本都转往扩充中期储存的规格，提高它的规格，跟这个期间期限来进行。那台湾到底我们要走向是要怎么处理？那这个这个最终处置的这个选址啊，目前是没有法源。好，我们低阶核废料有选址条例，但是最终是没有的。好，所以你们现在到底规划如何处理？你们是不是整体说明一下？因为我有个106案哈，是有冻结一部分，需要你们提出这个计划，立法计划，好，最终处置的立法计划，好，以及我是希望你们把整个规划好好提出来了。你们其实应该要负责任的好好提出来，好，然后积极跟这个经济部来协调。我们不能够完全的这样的如此的不负责任，然后一直使用核电，一直产生这个用过燃料数，但是中期储存跟最终储存都有问题。那这个垃圾到底要丢在哪？好，这个问题非常的大，那居民都会恐慌啊。哦，是不是突然间就重复当年蓝屿的居民的噩梦？啊，蓝屿居民当年是被欺骗的，放在那里，那现在又没有中期储存、高阶核废料选址条例，那是不是居民没有同意权的协商的过程就被选定，然后放在那里？我想这个都是很大的问题。好，是不是袁能会说明一下？是我们局长要说明还是主委？好，好，那个针对委员所提到的有关低阶核废跟高阶核废料的这个储存处置问题啊，首先我说明的就是有关蓝屿储存厂这个迁厂委员所关心的这个问题哈。那的确在依照计划的时程啊，低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计划的时程啊，
本来是明年的应该选定长址，但是在两三年前呢，这个经济部选定了两个地方候选长址之后，应该公投嘛，但是因为地方政府不同意公投，所以经济部呢目前还是卡在那边。好，那针对这个地方最终处置计划呢，在这个计划里面呢，第十章啊有一个因应的一个方案呢，也就是说，如果啊在选择长址这方面呢有遭遇困难，没办法继续的话，那台电公司就要启动一个替代的因应的方案。那我们了解呢，台电在这方面呢也继续在努力的啊，在做研究的规划。现在台电还在规划当中，但是原能会的管制的这个立场就是说，一旦明年跳票没办法选择长址的话，就应该启动替代应变方案。那这替代应变方案，台电的规划啊，不外乎就是说，有可能的话啊，继续在电厂里面储存，或者是有可能的话，在境外啊处置。啊，另外呢，台电也在考量，境外就是送到国外去做处置了哈。但这是台电所提出来的替代的这种方式之一。但台电现在也积极在考量啊，是不是选择一个适当的地点呢？来做这个集中式的储存设施。总之呢，如果明年呢这个选址没有成功的话，台电依照处置计划，它就要替代应变的这个对策出来。是明年提出来，还是明年要立刻执行替代方案？因为这两点不太一样。跟委员报告一下啊，那个依照这个处置计划里面呢，它明年启动替代方案。如果是集中式储存的话呢，它要在四年内选定厂址。然后五年内完成建造，就是四年内选定，五年内完成，这个是处置计划，所以十年还是没办法迁出。这个就处置计划里面呢，跟委员报告啊，要废料。我现在就厘清了，我没有在评论。没办法，除非啊，除非台电公司呢，它有一个规划说，这个应变方案是在电厂内组成，然后它也能够取得电厂附近乡镇居民的同意的话，意思就是说，除非留下来，是不是？我是很坦诚的跟这个委员报告，这个处置计划里面，你们这些资讯都应该揭露给社会哈，因为要让社会充分大家来讨论。这个处置计划在网站上面都对外公开的。OK， 是好。那第二个问题，您提到的是高放追踪处置，的确，这方面问题啊更复杂，因为涉及到电厂是不是能够营业嘛？那核一厂方面啊，干式储存，其实整个案子啊。我们的审查都已经过了，也同意他做热测试。热测试就是说，同意他实际的将燃料池里面的用过核燃料啊，先搬运装在两个 cask 里面。但是因为这个整个计划，它的水土保持的完工证明啊，新北市政府那边还没有给，所以现在还不能启用。那目的，问题的争点在这边。那核二的干式储存计划呢？原子能委员会在今年的八月，我们也核发了这个建造的许可，但是因为水土保持计划，现在是农委会还在审查，还没有核电，所以它还不能继续开始建造啊。所以如果这两个计划通通不顺利的话啊，那个以核二厂来讲啊，核二厂的一号机在明年的十一月啊，就是一年之后啊，它就会面临了、这个机组停下来税修之后啊，无法再启动运转啊。那核一厂的部分呢，因为一号机现在还在停机的状态嘛，二号机的话预定在后年的五月间左右啊，也会面临这个问题，也就是差不多一年半之后啊，也会面临到这样子的问题。那我们的了解呢，台电公司现在也是积极在跟地方政府沟通了哈，也在想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以上。好，所以你这个有关于高阶核废料用过燃料素哦，局长，你一开始就说，因为这涉及电厂能不能继续使用了哈，我觉得你这个基本态度要调整，因为你物料管理局的职责不是为了电厂的运作，那个是台电的角色啊。你看你们常常都是让我们觉得说你们的心态跟你们的角色混淆啊。你的职责是安全嘛，就是我们物料的管理，对不对？好，核废放射性物质的管理，物料的管理，然后人民的安全嘛。好，那所以我觉得你们对于干式储存，你们应该关心的是储存方式啊，这是不是我们台湾国家现在规划最好的方式？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全世界其他国家目前是怎么在做中期的储存？
好，然后呢，现在新建中的这个合一的一号机的干式储存，它是不是真的安全？我觉得社会这个安全的疑虑，你们必须用最高规格标准去要求啊，好，而不是说好像如理行仪就送到你们这边审查就过了，然后是为了核电厂可以继续运转，这个就是为什么社会会不放心这个干式储存最重要的原因啊。所以你们的角色不彰啊，你们功能不彰啊，所以没有办法取得社会的信任啊。主席，我能不能我能补充一下啊、哦？我想，其实我们的立场是很确定的啦，就是我们的立场就是安全。那低放的话，除了这个现在除了处置之外，现在储存的安全当然是我们最concern的啊、哦。那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在厂里面的储存的安全，我们一定是严格的监督，包括蓝屿的储存的安全也是我们严格的监督啊、哦。那至于说这个处置厂，假如说在往后再延的话，我们目前确定的就是，厂里面的这个储存的这个设施的容量是可以继续啊、这个假如它继续在运转的话，那是可以继续啊、容纳。新产生的这个低强度的这个废料，所以安全的部分当然是我们一定要确保的。换句话讲，就是说低放的最终处置的计划的这个延宕，对这个低放核废料的安全的这个储存的部分是没有问题的。那只是说我们是因为我只是说因为我过去政府有承诺蓝屿的储存厂的这个燃料啊，在这个核废料要运出去这个问题了哈、哦，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呢，当然也是很积极的一直在这个督促，无论经济部或者是台电哦，一定要在处置计划延宕的情况之下，要有其他的替代方案。那刚刚这个局长已经讲了，所以低放的部分呢、哦，我不认为它的这个延宕对安全会造成威胁啊、哦。那高放的部分，确实就像这个委员所讲的，就是叫中期的处置，先不管这个最终的处置，而是中期的储存。假如说延宕的话，那是会影响到电厂的运转。所以以原能会的立场来讲，它绝对不能够在影响运转安全的情况之下去运转，这是第一个。那假如它停止运转，那对电厂的这个运转的安全已经不是威胁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所关切的就是它在厂内的这个用过燃料池的储存也一定要安全。那我想，所以我们都是从安全的这个角度来看这整个问题。因为今天那个核管处的处长没有来啊、哦，不过所以我特别还是针对这个委员刚讲的安全的问题、啊。这个放射性物料管理局哈、哦，你们基本上就是要管理我们放射性物料如何处置嘛，好啊，当然他管理的目标就是要安全嘛，哈。那但是你们要了解，就是说你们所谓的管理，你们要考虑我们是一个民主社会，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这不是说政府说了算，这是要社会要有共识。所以你们不能只是说啊，因为它安全所以就可以用，好，诸位这个观念还是要调整。当年我们在没有蓝屿居民的同意下把低阶核废料放在那里，这就是一个错误，所以才会有今日之承诺说要迁出。所以当年没有任何的这个民主程序，当年没有任何的经过居民的同意底下强迫人家接受这个低阶核废料，好，那这就是不对，所以今年才有承诺。所以主委你刚刚说这个蓝屿的核废料你们保证安全，然后它有扩充的空间，这个你们就要谨慎啊啊，厂里面这个你们就要谨慎，因为政府已经公开承诺是要迁出了。我们今天不能在委员会这边说，因为它安全，所以要放在那。我想蓝屿居民是不会同意的，我们民意代表也不可能去接受这样的说法的哈。然后第二就是说，检整作业的疏失就证明了不安全，你们的监理是有漏洞的。这个主委你也都在这边承认的，所以才会有我们刚刚上一个议题讨论的，就是要去追踪后续的这个健康的健检啊，所以我想这些过去错误的经验哦，这个历历在目啦，这个不是你们口说安全的，所以要谦虚从这边出发。所以后续蓝屿的那个部分，我们当时提出来除了健检，还有就是
迁出前要提高它的安全的规格嘛？啊，那这有没有做？但是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兑现承诺，所以这个承诺确定就是跳票。今天听起来，而且我还非常讶异的知道说，跳票以后的替代方案要执行还要10年跑不掉，我真的觉得这个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啊。那当然要迁，要搬到哪，那人家地方也都不同意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不信任政府的管理会安全嘛。因为蓝屿的经验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触目惊心啊。所以你要放到哪，人家都不信任了。所以你们原能会要自己要痛加检讨，好好检讨啊。过去的历史就让其他地方的居民不会信任它是安全的。所以这两者是环环相扣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台湾核废料变成无解，这个是政府官僚负很大一个责任啊。然后在过度使用核能当然是最大根源啊。所以我今天是非常讶异听到说替代方案还要10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我们该怎么对蓝屿居民交代啊。好，人家一直以为说105年是承诺到了，反正政府会负一个责任。而且这替代方案听起来一半以上的可能说要给人家留在原地，刚刚主委有透露啊，就说如果留在原地它也是安全的，跟它的空间还可以扩充，还会要继续替代方案要留在原地，不是吗？我是说你要讲清楚、哦、假如处置的计划延宕的话，那我们原能会的责任就是让它在还没有移出之前是安全，还没移出之前是安全、啊、是啊。那你刚刚说还有空间放，我是觉得那就不能再放了。我说的空间是说电厂里面的这个废料仓库的空间啦。那个蓝屿的部分是当然是不可能再有移进去的这种可能性。好，好，这再来就是这个回到刚刚讲的，这是一个层次啦。第二个层次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核电厂的这个厨艺跟这个燃料用过燃料数哈，厨艺当然今天那个管制处没有来嘛哈，也是厨艺是物管局哈，这个是现在台湾未来面对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跟问题啊。好，那你们整体讲一下，我们到底，我们如果明年哈、啊、这个确定，因为明年的审查要出一个结果嘛，明年的要做一个决定嘛，对不对？跟我们报告一下哈，有关这个核一厂的除役计划，它因为永久停止运转前3年要提嘛，所以台电公司议定呢，在这个月底之前，快的话也许下个礼拜。就会正式提报给原子能委员会，提报台电要提报除役计划，这个月底之前，啊，那我们已经准备好这个除役计划的安全的审查工作，预定1年半完成审查，我们呢邀请了这个学者专家来参与审查，我们会很慎重来做审查工作，那当然核一厂的除役计划呢。他也要提一个除役计划的环评到环保署去审查，所以安全的审查原能会来监督。那我现在问你哈，我们现在这个如果我们完成审查，或者说政府朝向除役的方向哈，那你燃料池满池啦，好，那我们干式储存没有执照吗？你们有什么替代方案？委员提到的问题啊，是重你们有没有去那个依照、這個、去处理，因为再处理现在看起来不可能的啦、你们到底国家有什么替代方案来解决这个燃料池满池？依照台电公司除役计划的这种规划，第40年到期停下来之后啊，前面8年呢、是一种准备过渡期哈、在准备过渡期的这8年期间呢、就必须将原子炉里面的用过核燃料退出，将用过燃料池里面的用过核燃料通通退出，接下去才有可能进行除役拆厂的工作。如果用过核燃料没有办法从厂房里面退出来，就没有办法除役嘛，没办法启动除役。所以在除役计划里面，台电公司已经有规划，这是第一阶段准备，没有办法拆除了，没有办法拆除了。就是说他在那8年的这个期间，我知道台电跟我说明过了哈，在8年的期间他其实要做除啊什么等等那些工作，准备拆除了，是不是已经前置作业，准备拆除，也就是说
拆除之前，他其实要除物，好，那些除物的工作其实现在哈，我要请教你们，就是说你们还是没有回答我哈。燃料池满池，因为你停止运转哈，你都还是要退出来嘛，所以它势必会满池嘛。那你的刚一直说八年来准备，但是我们可以放在用过燃料池八年吗？其实放在那里，事实上相对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储存的方式，是不是？还是你们就打算让它这样子放在那边八年？如果我们干式储存目前合一盖的这干式储存不能用的话，你们有什么样的替代方案？有没有替代方案？台电公司在厨艺规划里面呢，已经有规划用过核燃料第二期的干式储存计划，也是在厂内。那目的就是核一厂厨艺计划，它有，它用核第二期的哈。第一期不用了，直接用第二期。不是，因为第一期的那个容量还是有限，所以它第二期。第一期本来就不够，本来就要两期嘛。那第二期开始规划了吗？它是规划在这个厨艺计划里面。对，那你还是没回答，所以你的替代方案是放第二期吗？就是台电公司的规划。台电公司的替代方案就是直接放入第二期。这个也不叫替代方案，它就是本来的计划里面就是。厨艺那但是第二期还是不够嘛，因为本来就需要两期，对不对？不是，第二期本来就是要容纳所有厂内的用过核子燃料在里面，所有包括第一期核一厂。对，核一厂。第二期本来就是建造，就包括第一期水池里面所有的。所有那包括原来放第一期的。不包括。不包括嘛？所以你的量加起来要一二期加起来才够放核一厂用过燃料数，是不是这样？那所以和第二期还是不够嘛？第一期加第二期可以容纳所有的，就我想就你不能用嘛？对啦，邱局长意思没。你现在第一期不能用。他没有了解委员的意思。我的问题就是说，你用过燃料数退无可退了。不管你现在如果核一要，幸好我们核一药剂没有运转啊，幸好啊。这样子，不然你马上就迫在眉睫了。你现在核一药剂，你如果你继续运转，或者你要除役了，要停止运转下来，你燃料数要退出来，你核一甘醇现在不能用嘛？你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台电的替代方案告诉你们是什么？我稍微再补充一下，我了解这个委员的问题啊。委员的意思就是说，假如第一期的储存、中期储存一直没办法通过，假如一直没办法通过。那是不是应该在第二期的规划里面也把第一期准备要放的那些用过燃料全部都含进去？是我的 solution， 我只是要了解你们替代方案。国家不能这样子摆着，完全没有一个 solution， 到底我们怎么解决用过燃料数嘛？因为放在水池里应该是相对也是危险的一个方式嘛，对不对？还是你们觉得说可以放？放在水池里面八年是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对，但是不能永久一直放下去嘛，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确实核一厂的这个第一期的干储一直没办法解决，那是不是在所谓的替代方案里面也把第一期准备储存的那些用过燃料含在第二期的规划里面？呀，这个是主委讲，这我就是要只是要了解你们有没有掌握替代方案，因为我看到的是一个无能解决核废料的政府啊，目前的状态是这样子啊，然后又想要一直延役，好，这个是完全非常不负责任的，非常不负责任，而这个状态已经40年了，才会造成今天这样。跟委员报告，用过核燃料，这两种方式储存嘛，一种就是湿式的在水池内储存，另外一种就是干式的储存。那因为要进行除役啊，所以水池将来总是不能用嘛，就要搬出来嘛，所以一定要有干式储存的设施。就在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啊，那做法都是这样子。所以无论如何呢，这个干式储存计划啊，将来一定要把它执行，顺利的执行，否则会影响到核电厂。你没有错，但是局长，你们的干式储存盖得让社会不放心，因为很多专家都评估过，甚至前一阵子我们也有一位美国的核废料专家来台湾嘛，哈。卓宏年教授啊，那么他当然他没有用这个非常明确的结论，但是他的很多专业的评估，他也会对
合一甘醇有疑虑。那我们民间很多团体也提出它的材料跟它的这个钢桶的做的方式啊，我没有办法，不需要在那边讲的太细，但是大家是有安全疑虑，这些的这个数据非常的多，所以这显示你们的当时的这个建造过程，你们的管理也是有漏洞的哈。然后台电恐怕也是便宜行事，那再加上他选的是在这个边坡是顺向坡，所以水土保持现在有问题。好，那所以现在造成了这个问题。好，所以你们没有抱怨的权利。好，说没有甘醇。好，这个都是一环扣一环导致现在的这个结果。这个证明就是说我们的政府没有能力处理核废料。好，所以呢其实啊根本之道还是尽早除疫啦，尽早非核化啦哈。那我觉得非常悲哀的是说，即使我们核电厂停止运转来废厂，我们还是没有办法非核化，核废料还是跟我们共存呢、啊。啊，这个都是现世报哦、啊，真的觉得使用核电不知道跟我们共存几个世代。啊，然后安全问题这么大，啊、造业不小啊。跟委员报告一下啊，恩能会是个安全监督单位，您所提到啊，但我们呢重视安全的程度啊，真的是很高的。我举个例子跟委员报告好了，以核二厂干涉组成设施的这个执照申请的审查，我们请了30位学者专家审查，审查了3年半的时间，是非常用心、非常详细的在审查。当然，您也提到说，干涉组成所用的钢桶的材质有没有什么疑虑啦？那我必须很明确的跟委员报告哈。露天的方式啊、那個、很多国家盖在室内啊，但是我们盖在露天啊。跟人当然我知道也有露天，但是你们要了解不是大部分是露天，台湾是一个这个台风湿热海岛型国家的气候，很多气候条件地理条件跟你们所谓的露天那些国家不能比。好，那日本，好，你们要日本也许气候条件跟我们比较像，他们的确也是有户外跟室内，好，那但是他们也都未来都要走向室内的方式来做，结果你们不学最高规格，学比较低的规格，然后告诉我们是安全的。当年核电厂的建造也是这样，所以你们要痛定思痛，了解台湾人民需要的是符合我们气候地理条件最高安全规格的 solution。你们如果永远不了解这个原则，你们没有办法取得人民的信任了。我们立委不相信，人民也不会相信你们啊、哦、要符合台湾实质需要的最高安全规格的方式去规划、哦、我觉得这个才是有可能成功的 solution 啊。跟委员报告，我每天都在忧虑这些核废料要怎么办。跟委员报告一下，其实是干式组成啊，它也有4-5种以上的这种组成的方式的。那以美国核能管制委员会来讲啊，它也核准了很多样式的这干式组成的方式、啊、都是各有不同、啊、那在这个台电的这个招标采购啊，它选择哪一种方式？那一种方式一定要成熟的，是经过美国核管会认可。有关机械焊接这个哈，国内的技术在这方面是很成熟的。机械焊接，跟委员报告，这个一定是在我们监督范围之内。相同的提案了哈，一起讨论116案跟这个117案哈，主决议哈，
我们先讨论一下，因为这个相关的哈。116案就是蓝屿的这个建检哈，要求你们一个月提出协调结果的书面报告。好，117案就是这个我们承诺到期了哈，那但是这当这个期间呢、啊，其实蓝屿的居民团体一再的跟我陈请啊，就是原来的行政院有一个行政院蓝屿储存厂迁厂推动委员会都停止运作了，啊，显然就是承诺跳票了，不敢运作了。依照原来的这个行政院蓝屿储存厂迁厂推动委员会设置要点，每一季要召开一次，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会议啊，现在都停止运作了。这个我们的蓝屿居民一再陈情要求重启啊，好，那现在要承诺到期了还不重启，今年能不能重启，你们能不能去协调让它重启，因为你已经到期你势必要面对沟通嘛，你不可能不沟通嘛，到时候强硬明年到期又给他宣布说要怎么怎么样要留在原地，或者这个替代方案说还要10年啊，我想这个都需要一个沟通的平台啊，哦，这能不能重启，这两点能不能做到。委员所提到的，的确呢，当年行政院呢、啊，他是有成立这个蓝屿储存厂迁厂推动委员会的哈、啊。不过后来这个推动委员会呢是并入了这个国家永续发展委员会去运作了啊。但委员的这个主决议啊，哈、啊，我们会继续来努力 啊，至少我们会啊函请啊经济部啊，函请行政院啊，来考量了、啊、哈。行政院的国家永续发展委员会，对。当年蓝屿储存厂的推动委员会啊，但是行政院所成立的，但是经济部呢是经济部是那一个主办的一个机关呐、啊，啊。他并入这个永续委员会，没有经过人家同意就把人家并入，等一下等于把人家消灭嘛。所以现在已经不存在这个委员会了吗？确实，所以是没有了。我的了解是这样子哦，就是说当初为什么会并入，是因为已经立法定了一个这个选址的条例，那个大概是2006年、2005年左右的事情啊、哦。那因为定了这个条例，那认为说这个推动委员会。他已经促成这个条例的这个制定了，但是你至少要应该就循着这个条例，但是你至少要召开会议，取得委员大家的同意来并入国家永续发展委员会嘛，或者不再开，怎么自行就把这个委员会消灭？我想这样子了，跟委员报告就是说，你们原能会立场态度是什么？虽然制定了那个选址的条例，然后也确实根据那个选址条例啊、哦、运作了好几年，那。以目前状况来看，确实那个条例又卡住了嘛，啊，执行的状况又卡住了嘛，所以这个由我们再来重新建议行政院跟经济部啊、哦、来启动这个，我想可以了，我们来执行。我觉得至少要在那个明年的承诺是什么时候到期？明年年底吗？还是明年什么时候？原来承诺明年要迁出是明年什么时候？明年要公投，是。明年选定厂址，明年要承诺选定厂址、啊，原来是几月？那个地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计划里面的这种时程啊，是在明年6月。那你至少要这个，你确定跳票就要启动这个迁动委员会，这个我们的这个迁厂推动委员会啊。那个联能会可以行文啊，这个经济部啊，先去建议他们啊，就是有这样一个处决议。请经济部呢积极来你们态度要坚持一点。我想也不是说因为委员的因为这个是迁厂推动委员会，这不是只是这是很具体为了迁厂推动，都要承诺跳票了还不开会，好，然后竟然还把它并入消灭，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对，这个没有办法对蓝屿居民交代了。好，那所以这两案都没问题哈。对，
跟委员报告哈，116案哈，那个一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是不是能够参照上一次处理联能会的这个预算呢、啊？一个月把它修正成两个月。好，两个月可以啊。好，那我们待会来处理哈。好，我们先，那这个局长你要再等一下了哈，我们先讨论那个核能研究所哈。好，核能研究所哈，你们这个我看，因为委员还没来了哈，你们说明一下哈，因为你们未来最重要就是我们希望你们要并入这个啊，好，经济级能源部嘛哈，那你们要作为能源研究所嘛，是。那你们现在来跟我们说明一下，你们要怎么从核能研究所转型成能源研究所？那你们在今年的、明年的预算有反映这个转型吗？还是没有？还是要等并入以后再来转型？因为这个核能研究跟能源研究差很多啊。是。核能研究是以完全以这个使用核能为目的啊来进行研究的，但能源研究所有可能，这个大家台湾社会共识是要非核家园啊。所以是要以发展其他能源为未来的重点、啊、尤其是新能源、干净能源、绿能、啊、哈，那以及其他能源的效率以及节能是、啊、等等的哈，然后相关产业哈，还有法规规格哈，国际上的合作等等为目的啊，这两者差很多啊。那你们多少？你们多少人？然后并进去，而且这个我先前咨询过。我们原来的这个能源研究所在主改的时候发现它的核心职能啊，十项里面大概有六七项是核能四项，所以大概这个组织条例当时也是你们有参与提出来的，变成说我们的未来能源研究所是以核能为重点，这个完全错置啊。那应该我质询过后有调整了啦，我不知道有没有调整啊，是不是这两点可以说明一下？谢谢委员。那个核能研究所所长马英邦在这边跟委员报告一下，核能研究所其实在多年前，民国1912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接到这个全国能源全国科技会议的那个时候有那个的一个决议，那个时候的决议就要求核能研究所要把部分的研发能量转向在其他的能源项目。这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决议，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陆陆续续在原能会的支持和国科会，那个时候国科会的支持底下，让我们的部分的单位的预算调向一些这个其他的能源项目去做研发。那经过了这么多年慢慢的转型，第一个在研发资源上面啊，我们大概有超过三分之一。超过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研发资源哦，是在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三分之一到一半哦，这个每一年的比例可能有一点点出入。那这个再生能源包括了风力、太阳能、燃料电池、生殖能、智慧电网、甚至那个减碳净煤的技术，我们大概都有参与。那目前在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在科技部的能源国家型计划的第一期、第二期，我们都有在里面是一个主要的负责单位之一。所以这一部分的人力大概也是在差不多三分之一左右。他的专业背景是属于这些再生能源的吗？还是原来核能的研究背景？就是、其实核能研究所以前里面就包括了物理、化学、化工、土木、机械、电气、电机、电子，和真正的学核工出身的人比例多少？大概不到十分之一，不到十分之一。所以是其他
都基础的基础科学的人背景、背景的，所以他来做这个再生能源研究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转型很快。所以目前我们这部分的，那你们今年预算书就有这个比例吗？有，我们在这个能源国家营计划里面大概有2亿多，就是以科技预算的部分。所以七八亿左右，所以你们总共几亿？然后八亿左右有接近就你们总共八亿。科技说明一下，科技计划哦，科技计划。你们先说一下，你们核能研究所总共扣掉一般行政，科技计划是六亿，扣掉一般行政，你们用在研究的是多少？就是第三目嘛，对不对？对，第三目是核能啊，核能科技研发，核能科技啊，里面第二项。这是第二节，总共研究经费多少？你们618所里面618，来自就是能源国家行计划618。赖委员，我们现在在讨论那个核能研究所，是好。那刚刚物料管理局有先讨论，不过待会你如果物料管理局有问题，我们可以再回来提出哈。你们总共多少研究经费？研究经费我们是618，这是我们的单位预算的。怎么分配比例？分配比例在那个第二节哈，第二节就是在第23页啊，有3亿，3亿1左右，所以这个已经接近一半，是在这个环境和能源科技部分。那辐射应用的科技只有在2亿左右。好，那你们其他的预算是用在核能的设施的运转安全维护？我们有那个研究也有我们自己本身，因为以前早年有很多的核设施，我们有3个反应器，现在逐步在除役，已经1个完成除役了，还有2个正在除役中，所以大部分的核设施都在逐步的在除役，所以那一部分有一部分的钱是来做除我们的除役，就在第二幕这个部分，对对对，运转安全维护。那我现在请教你们对于除役的研究是。多不多？厨艺的研究，我们本身就在做厨艺，所以我们很多。你们有3个嘛？3个反应器已经除掉一个了。除掉一个，除多久？那个已经好几年前就已经完全除完了，完现在在除第二个。第二、第三个正在除，其中第二个大概已经除掉了大部分的了，已经差不多超过一半了进展。在照法律规定，在民国117年以前，我们必须完成厨艺。那是都是有法律规定的时间。好，这是我刚问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那我们现在都已经在这个转成这个部分了哈，那所以我们的人员的部分也都配合的这样子在做调整。那实际上在针对那个经济及能源部当时在规划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事业部长的时代，那个时候他就有要求我们还要再成立一个能源经济的这个策略研究的一个小组。那目前我们这个 team 也是在过去这几年哈、积极的培训，我们现在已经大概也有了几10个人，所以在能源国家营计划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在做能源策略的相关的研究，所以这个部分的我们的转型，我们来看的话应该是可以很顺畅的，组织条例我们也都配合着相关的这样子一些条件在做调整，所以如现在新的那个送到这个院里面在审的，那里面大部分的项目都已经把它调整过来，照委员的意思。这个核能研究所你们总预算多少？刚刚只是问的是研究嘛哈，对对对，总预算是总预算是22亿。22亿，我们冻结一部分，然后你们就这2个部分提出更详细的书面报告是，就是你们的核能研究所目前研究配比，是核能跟再生能源跟其他好的研究配比，然后人才的分布，好，你们如何规划转型？是啊，是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未来的能源研究所的这个重点方向，组织条例有没有调整？好，是这2个部分哈。好，再加第3个就是关于这个厨艺，的厨艺相关的这个研究。的准备有的这个部分，你们做一个这个好详细的报告，来做一个专案报告，好不好？专案对，因为未来的这个恐怕这几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不用冻结太多了，你们做专案报告。
你们是二十二亿，二十二亿嘛？哎、欸，是。好，我们冻结两亿，好不好？太可怕了啦！专案报告，因为你们上一个上半年会期一定会来的。不是，报委员，这个能不能够做这个？既然是要专案报告，报告委员，既然是要专案报告，我们一定会非常慎重的把这些东西资料准备给委员。好，那冻结一亿好了啦，好不好？冻结一亿，然后来专案报告。3000万好不好？你二十二亿，你我冻结太少，你们都做完了，你们就没有12亿是人，12亿是人事的费用相关的，然后这个如果动人事费是不能够不发，那如果叫专案这个会议拖得太晚的话，跟委员报告，研究单位有的时候5000万，我那个是只针对行政的、啊，你们行政是12亿冻结5000，所以我比例很正确啊，22亿冻结1亿啊，不，报委员，你看我专案报告说这个很难掌控。跟委员报告，研究单位某种程度是在军备竞赛。如果我们晚预算被冻结的越晚，你想看我们买进来的东西？军备竞赛最重要的方向对不对啊？对，错误的军备竞赛就是浪费人民的钱，而且这个葬送我们未来的生机嘛。这些计划都是科技部审的。国际的错误的军备竞赛，我想报告委员，又烧钱，然后又整个国家战略方向。委员只要看核能研究所最近这几年，不论是技术移转，或者是在一些发明展，这几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发明展里面得奖的，对了，其实都，但是你知道我印象最深刻是什么吗？印象最深刻是你们接这个国科会时期的计划，然后用那个预算去做这个永和的网路网军呐、啊，好，然后去攻击琉璃儿、那个、全秋瑾等啊。那是一位同仁，这个啊、哦，我只是让我们印象最深刻，因为掀起这个我们大家是啊，对、哎哦，这个广大的我这个错误的回响、啊，我们有严格的要求，他要尊重这个学术伦理、啊。这是核能研究所近年来大家最受瞩目的一个案件啊，所以核能研究所沦为他自己申请退休，核能研究所沦为这个永和网军呐、啊，网军啊，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啊！我刚讲那个三个问题都是非常文雅的讲法啊。这个转型了、啊、哦，你们要未来往这个国家能源研究，但是实际上你们滥用国家研究经费做这种事情，让人家非常非常的痛心。跟委员报告，那个需求单位不是我们。我是还蛮敬佩那时候朱敬一主委要求追回了，虽然钱不多，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象征性的一个作为了。哦，不仅惩处，还把它追回啊！哦，这个是对的哈。哦，但是你们自己的主管都没有负起责任啊，是国科会把这件事情解决掉了，因为是我质询国科会，他们出面来解决的、啊。那每次我问你们，你们都说没有，你们自己还制造一堆错误的资讯。所以核能研究所如果从头到尾还做这种事情，都没有，我们动意义是太少了。报委员真的是这个请委员帮忙一下，5000万好不好？委员，我们整体调整5000万。好了，冻结5000万，你们把刚刚那三个问题提出专案报告。好，专案报告。好，那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处理那个刚刚前面放射性物料管理局。好，刚刚赖委员你还没有要？没有。好，那我们刚刚一般行政的部分是冻结200万，提书面报告。然后放射性物料管理局刚刚那么多问题啊，我只冻结100万，很少了哈。请你们提出刚刚那几项哈、啊，有关于蓝屿的核废料啊，承诺这个迁厂选址公投的跳票，后续的替代方案，请台电提出来哈、啊。然后这个以及核一除役计划啊的这个规划哈、啊，他们什么时候要提出来哈、啊？审查的计划，然后还有这个中期储存。好，如果这个没有能够依照原来的期程使用的话，台电有无替代方案？好，把这些提出一个书面报告，好不好？好，那我们刚刚也有这个提案嘛，是两个月嘛？对，两个月。好，两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
对，好，那我们其余预算照列哈，就冻结这两笔。然后主决议111案到117案，原能会有没有要补充说明的？没有，我们就一起照案通过，有没有？好，来，对，那个已经改了吗？我们都改两个月了哈，好，好，这个111案到117案哈，一个月提啊，116，一个月提书面报告了，我们都改两个月哈，其余照案通过啊，那117案照案通过嘛哈，好，那我们现在进行核能研究所预算案的处理啊，我们冻结5000万哈，我、哦、刚刚已经处理过了哈。哦、等一下，核能研究所还多了一个117之1案，不是核能研究所，物料管理局。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哈。好，来说明。跟委员报告一下哈，有关这个主决议哈，我已经当面跟孔文举立法委员哈跟他报告哈，他同意做。若干文字的这个修正，你分。好，这个行政院联审委员会应积极督促经济部及台电办理兰屿核会场迁厂工作，务必要在明年完成办理地方公投。且台电需以明105年8月前宣布完成新的核会场址，过程中经应征询尊重原住民意愿，并依原住民族基本法办理其进度及时程，需向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好，这个本席也加入联署，因为我们立场是一致的哈。好，那有没有问题？好，就照修正通过哈。这我刚修正一下，我们刚有关那个。蓝屿的这个冻结是200万嘛，是不是？一般行政冻结200万嘛，哈。我们不是要你们去提这个承诺跳票替代方案，是你要你们去跟进台电了解，我的是见解啦哈。但有关蓝屿这个迁厂承诺跳票后续要如何因应，跟向蓝屿跟社会说明啦。替代方案是他们提的啦。不是我们要求提的哈，我在这边厘清哈，是你们刚报告说他们有替代方案嘛？好，但这是不是社会就接受替代方案？委员会是不是接受替代方案？我们还不知道。好，但是你们有责任去了解承诺跳票要如何去面对蓝屿居民社会，要提出一个因应的说法。好，好，我补充这个说明哈。好，那这个我们核能研究所。预算处理我们刚刚有宣告过了嘛哈，那我们现在进行主决议的处理哈，140案到150案，那原能会有没有补充说明？报告委员，核能就是这边可不可以同样的请求，这里头有书面那个有报告的哈，那个一个月都请同意改成两个月。好，这个140案到150案哈，对，有关请原能会提出报告的一个月期限改两个月，是好。那其余另外第主决议147案正好是赖委员这边的哈，他原来是请要我们提出专案，第几案？147。那个赖委员这边要我们提出专案报告，我是不是可以请求委员同意改成书面报告？因为这是针对我们那个就是在鹿竹的那个示范园区。他以及在南科的你们已经要来专案了，你们已经有一个专案了，你就并就好了，并入这里面，对啊，嘿，好不好？好，那我们就还有没有？哦，没有了。好，那其余照案通过哈，那一个月改两个月哈，好，那我们就两个单位预算协商完毕哈。好，我们现在有这个我到台上宣两位在留报告委员会那么我先补充宣告有关我们星期一处理故宫的单位预算案哈，
那么其中有139案是跟大故宫的有关哈。那因为大故宫预算经委员会决议删除哈，所以我们139案撤案哈，补充宣告。好，我们现在有关原子能委员会所属单位预算案哈，我们协商完毕哈，请宣读这个协商讨论的结论。放射性物料管理及税入照列税出第一目一般行政冻结200万元提书面报告。第一目一般行政冻结200万元提书面报告，第二目放射性物料管理冻结100万元，两个月内提书面报告，其余预算均照列。主决议部分第111到117案，一个月均改为两个月，其余照案通过。第117-1案文字修正通过，那联署人增加委员郑丽君。核能研究所部分税入照列。税出预算冻结5000万元，提专案报告。主决议部分140到150案，时间一个月均改为两个月，其余经照案通过。宣读完毕。好，报告委员会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所属单位预算已经审查完毕哈，我们决议如下哈：一、宣读之审查讨论协商内容通过，委员提案未涉及之部分预算均予照列啊。二、本组公务预算审查都完了吗？好，至此已审查完竣，审查结果是否应交由党团协商？我们依例是要交党团协商，有没有异议？啊，没有异议哈。好，那我们撰拟审查报告后，函送本院财政委员会处理。三、对于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好，我们现在没有临时提案，空委员您的提案我们刚都有帮你处理了哈。好，那好，报告委员会本日议程处理到此哈，现在休息哈，谢谢各位。